巧手家常菜，浓浓故乡情，用美食带您进入下厨Sunny推荐系列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啊，教大家做传统潮州煎好饼。那吃起来呢，里面柔软嫩滑，外面呢又非常的酥脆，有蚝煎的甜美味儿，还有香菜葱的香气以及鱼露的鲜味混合在一起，真的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食哦，也是我们儿时共同美好的回忆。我们在家里做呢，用的食材更加的丰富，所以味道会更加的鲜美。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所需要的食材，需要小号的生蚝或者珍珠蚝，以及葱和香菜，鸡蛋或者鸭蛋。粉浆材料呢，需要地瓜粉，我们需要水呀、鱼露、白胡椒粉。蘸的汁呢，需要鱼露和白胡椒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开始操作。先找一个盆儿，把这个生蚝呢放到里面，然后呢加入三汤匙的罂粟粉。煎好饼的时候，我们最好用这个珍珠蚝，但是在北美呢很难买到，那我们就用这个大的生蚝也可以哈。我们呢拿起一只生蚝，加入这个罂粟粉，在它上面轻轻的哎把它揉搓一下，这样呢就可以把上面的这些粘液的部分全部都把它清除干净。我们耐心的清除每一颗生蚝，这样我们吃起来更加的放心。还有这个黑色的污物啊，我们全部用这个罂粟粉呢把它洗干净。每一颗生蚝我们都这样哈洗干净，然后用清水呢冲洗几次。我们拿一个这样的漏网筐，哎，给它控干水分再洗。洗个两三次，哎，我们用手啊，在洗的时候轻轻的哈，不要把它破坏掉，因为这生蚝是非常柔软的。好了，洗个两三次洗干净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漏网筐中沥干水分。沥干水分的生蚝呢，我们就放在一个钢盆中，我们把烧开的这个水呢倒在这个钢盆中，水没过它就可以了。用筷子搅一下，15秒就行了。好了，我们把它倒在漏网筐中，这时候你开着点凉水啊。好了，放在一边备用就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葱和香菜去头，把它切成小粒儿，切碎了，切成这种小粒儿呢，留着备用就可以了。我们调一下粉浆，放上4汤匙的地瓜粉，给它加上水，加3汤匙的水，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，好，慢慢的搅拌。再加水，直到把它搅拌均匀以后，成为那种流动的粉浆哈，煎出来的好饼呢更好吃。但这里做的这个传统潮州煎好饼呢，我们就是用地瓜粉，这样的好饼会更加的柔软。好，你看这种状态就可以啦，流动性很强就对了。好啦，加入葱、香菜，我们再把它搅拌均匀，加入点鱼露，调调味哈。加入点白胡椒粉，好啦，搅拌均匀。吃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蘸着鱼露吃哈，再加一点。好了，我们把生蚝加进去，然后我们再把它搅拌均匀，来让生蚝呢加入这个里边这个料汁的这个滋味哈，给它搅拌均匀。粉浆不够了，我们就再加一点儿。一般的2汤匙地瓜粉，加入1.5汤匙的水，这种状态是最好的。好了，搅拌均匀，我们把它加进去。我前后用了6汤匙地瓜粉，4.5汤匙的水做这个粉浆，啊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，没过它，没过这个生蚝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准备2个鸡蛋哈，每个碗里边倒1颗鸡蛋。鸭蛋是最好了，没有鸭蛋用鸡蛋也一样。好了，放在碗中呢备用。这时候我们就起个平底锅开始烧油咯，大火把锅烧热以后，我们加入3汤匙的油，一定要烧到非常热的状态哈。油烧热了，我们把它倒进去，把粉浆倒进去，
倒进去以后把它铺开，铺成一个圆饼，然后用这个大火煎它，两分半钟以后呢，你就转成中大火，哎，然后呢，每隔一会儿你就翻动一下，转它一下，就是转动一下，让它受热均匀哈，这样煎的均匀。煎四分钟以后呢，我们把它翻面，这面粉浆少哈，可能没有这么平，我们用中火吧煎一下，免得它糊了啊。一分钟以后，我们把它转成中火偏小的火继续煎，这个火一定要掌握好。另一面我们煎了两分钟，我们就加入鸡蛋，把鸡蛋倒进去，然后呢，翻个面翻过来，翻到这一面以后呢，我们转中火，把鸡蛋的香味呢给它煎出来。在这一面，我们再淋入这个鸡蛋哈，这个鸡蛋会把它泼上去。另一面你看煎成形了，已经成了形了的时候，你再翻。第一面煎两分钟，好了，我们再翻过来，好了，哎，把它翻过来整整形。用中火呢，将鸡蛋呢煎出香味哈，然后呢，也不要煎得太老了，太老就不嫩了。另一面煎一分半钟吧，就可以取出来了。完工啦，我们加入胡椒粉、香菜。吃的时候呢，可以加入鱼露。好，我们加一块尝一尝，味道怎么样？这个传统的潮州煎好饼呢，里边真的是非常柔软的，外面呢又很酥脆，那种蚝的那种鲜甜呀、香滑味儿体现得淋漓尽致，味道好极了。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什么美食都能吃得到，好幸福哦！所以你在家里也学着做吧。好啦，你学会了吗？那我们下期再见啦。优势美食频道需要您的大力支持，欢迎您订阅、点赞与分享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